非常荣幸应邀参加第22届国际生物奥林匹亚竞赛的闭幕典礼。首先要代表我国政府向参与规划执行本项竞赛的各国专家学者其工作人员连日来的辛劳表示由衷的敬意与感谢，也要恭喜名列前茅的优秀团队与选手，恭贺各位在58个国家229位选手当中脱颖而出。当然中华民国所推派的4位选手都获得金牌，然后在58个国家当中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我也感到非常的光荣。生物学是十分令人着迷的科学，它也是最活生生的科技，所以我们政府已经把它列入全力推动的6大新兴产业之一，预估我国生物科技的产值将有2008年的新台币1506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2600亿元，这是我们一定全力推动的目标。我也知道在竞赛期间各位选手除了参加理论和实验两场竞赛考试外，大会也安排参访阳明山国家公园、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宜兰传统艺术中心及野柳地质公园等地，这样的活动行程安排得非常好，能够让大家感受我国地理景观及人文艺术之美，也增进国际间的了解和彼此的友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希望这为期一周的国际生物奥林匹亚竞赛能带给所有的参与者无以伦比的美好回忆。祝福各国代表团拥有快乐的归程，也期盼各位把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带回你们的国度，告诉亲朋好友，中华民国台湾欢迎各位带着亲朋好友来观光旅游，也祝福所有在座的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